各位好，这一集不是节目，是我临时发一个通知了，就是我的副频道呢准备开播，那已经制作好了，做了第一集。那开播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已经用文字写在影片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的目的呢是希望这个副频道能为大家所用，变成一个公共资源，每个人都可以用，而不是变成我个人的频道，变成我个人的资产。所以有兴趣的，请你上去看一下。那假如不知道连接网址的，我在底下的详细资讯那边有说明，各位只要点进去就可以连接到我第二个频道的网址了。那我废话就不多说了，有兴趣喜欢的就请点进去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